包括点子什么都是我自己策划的，爆款全部都是我自己给自己拍，特骄傲，说出来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啊还在想啊，想做多几个账号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想做多几个账号，我想做那种吃播账号。小宝呢，很久没见，他在里面睡觉，他这歌你把握不了，音好高了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唱中高音的女歌手，我本来就是唱高音的。你可以说我低音部分我把握不了，到高音部分，开什么玩笑？怎么可能嘛！哎呀，我的手机快没电了，我去拿个充电宝，你们等。